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一天。今天我们要来进行默契大考验，考验两对 CP。我们四位吗？对，四位。不能偷看啊！不能偷看啊！一、二、三。一，那鱼宝贝，鱼宝贝啊，他很，他真的很日系，大眼睛啊！我眼睛，我自己眼睛这么小，我就很羡慕他眼睛很大。我觉得他应该写，因为他每次看我就说，就会说一些告白的话，说一些告白的话。对啊，写出最喜欢哪种亲吻方式？一、二、三，亲吻，轻咬嘴唇，舌吻着。哎，你们这样子都对耶。是两边都对，亲咬嘴唇跟亲吻，我觉得不太一样，是吧？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我觉得一样，不太一样。是啊，来试一下就知道啊。哎，那舌吻是什么意思？舌吻就舌吻，什么是舌吻？舌吻，因为我们都是这种，听不懂。如果假设是对方的嘴唇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我看了，看，算了算了。自己投入在对方的感情程度一到十分有几分？3、2、1，如果我们没有十分，我们会被骂的人才会这样句。香菇 CP 写出宋维恩哪个部位最会放电，然后芦笋 CP 写出刘伟成哪个部位最会放电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眼睛，因为其实我们有蛮多场戏是我们需要深情互望的。然后就是会一直看到对方的眼睛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他眼睛很电。我觉得是在演戏的时候，我平常其实比较会害羞。现在对镜头有办法放电一下？哦，哇，我好电哦！哦，好小，可以开始了。喂、欸，好小嘞、欸！我以为我是眼睛电，结果自以为自己很电，结果还好。我发现他，我们在对戏用品都很近，但我发现他嘴唇蛮有。不知道什么有故事。香菇 CP 要写出黄俊日哪里最有感觉、最敏感哦。好，这个送分，这一题真的吗？黄俊日 CP 写出张翰元哪里最敏感。3、2、1，幺幺。非常气，一直在讲，然后那条就喂大家，你要忍住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你想象他很痛，他简直是掐大腿，一直打我腿。我快不行了，这样。我们两个都是怕腰，然后我们是在拍之前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因为他有骑车载过我，然后就是有突然弄到他，就是反应很大，再也不敢碰，怕出车祸。讲到爱心，做出一个动作，3、2、1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作弊的嫌疑。我没有吧，我没有吧，你们没有，我们是在。我觉得不仅刚伟啊。好，那再提，就输了，就输了。丑一啊，丑一啊，其实算没有丑一啊，丑三，丑死。啊，没有，丑八怪。讲到亲吻，做出一个动作，3、2、1。等一下，哇，所以你们两个人是一样哎，所以你们都答对了。讲到撒娇，做出一个动作。撒娇，3、2、1。讲到向豪庭，做出一个动作。四个都是。对，四个都是。我觉得这四个都一样。这应该会一样。这应该会一样吧。3、2、1。等一下，他是眼睛病。哎哎，来，你看。兄弟这样当的，我觉得兄弟才可以这样。哎，我觉得你得分了，你得分。我觉得是刘伟成自己得分。我觉得是他对了，我觉得他对了。好，芦笋 CP 获得胜利。谢谢你的秘密。谢谢你们。我一定会把你和棒棒糖一起吃掉。来，晚上要干嘛？
今天礼拜三啊，你想干嘛？看那一天吧。哦，好，啊、那我们一起看那一天。嗯。